接下来，
是江丽琪表演。
接下来欢迎何妍萱。王彩炬。
第20号表演顺位的表演者，请到后台报到。李鹏颖表演。黄天爱上台。是吴梦岑。
12位李彦甫表演。比较不会那么紧张的。接下来欢迎陈和婷。
第六位陈嘉颖表演。
请第21到30的表演者请到后台报到。到后台报道。请欢迎第18位黄玉婷表演。雨安表演。
十位表演，吴云璇。陈佳妮，请掌声鼓励。
欢迎胡彦轩表演。
谢林表演。表演者廖宇辰。
请顺序第31到39的表演者到后台报到。本次古典音乐发表会的表演顺序是由表演者的年龄做排序。28位的表演者，李怡修、李怡宝兄弟。很大的支持。接下来欢迎第29位陈品言。
第30位表演者张朝亮。
许哲雅演出。
位林佑学表演。
时到第43位的表演者到后台报到。今天辛苦台上台下的大小朋友陪我们一起参与海国音乐教室的古典音乐成果发表。我们会后有准备披萨，在5点的时候，所以请大家等一下可以到海国音乐教室一起庆功吃披萨。欢迎第38位张晨瑞表演。接下来欢迎郭荣熙表演。
欢迎周威林的演奏。
州礼仪学礼仪坊的表演。演出曲目到这边结束，谢谢您的参加与莅临，我们六月的时候再见。跟着国家的方向。